还不知道这一档股票的投资好朋友，都会在金银岛藏宝图当中继续的送给各位。希望用事前用预告的方式啊，事后再请各位做一个很棒的印证。之前我们买的股票，我不只告诉各位几个人买了几张，今天呢，我把人名都告诉你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告。7月24号礼拜四啊，武钢、乐维、碧华这三两男一女当中有什么样的关联性？4735的豪展今天第四根的涨停板，一人一百，就是这一档股票。游戏、生技、穿戴装置、主流表带的一天。而我看到今天大盘的收盘的点位啊，我觉得蛮有感触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9527点。我突然想到20年前的一部电影，差不多20年了。9527啊，唐伯虎因为要去点秋香，要去追秋香，所以他到华府当中去当一个下人哦，这就是周星驰所扮演的唐伯虎。那他当下人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代号叫做9527，可以的话，我们这边放大一点哈。那个时候华府的这个工头说啊，9527。就是你的终身代号，开始做事。唐伯虎一路从下人变了书童，高级书童，然后到最后又变回自己，原来他是唐伯虎。我觉得跟现在大盘有一点像的地方是在于，不能说有一点像，几乎说一模一样啊。很多的股票，现在你要买的股票是这一些还在书童的股票，日后会大放光明的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你要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再记住老师的一句话，请你千千万万不要再去追高了，追高会害死你的。各位还记得当大盘三天崩跌了260点的时候，当初我有没有赠送锦囊妙计给各位？我说这五档股票都是过去我全国会员所有的骄傲，我全国会员每一个都靠着这几档股票发财了。5263的智威从262块，我告诉你，我带领全国会员加码4次，涨到662，4个月涨400块。3293的星象14根涨停，精卫10根涨停，3176的基亚从57块带你狂赚到447块，8076的五峰从68块带你狂赚到138块，102个百分点，还参与去年9月24号五峰的除权息。包含当初我告诉各位，智威五大动态获利系统，3293的星象就是小智威，910801生技业的机器战警。精卫3176 PI88 以及跳过中国零 mainland 三到中国 mainland China 三期临床试验的最大的秘密3176的基亚，还有赌王之王让各位来做赌场老板的8076的五峰。各位，全市场我相信今天又有人开始要讲基亚了，你相信我，因为基亚今天涨停板看涨说涨，谁不会啊？我每天挑涨停板的股票出来跟你讲就好了。事前谁能够跟各位完全的预告？来，447获利出清，赶快叫你去赚台通，还记得吗？220在这里，474跟你预告基亚一定要卖，跌下来378，没有带你买最低，买385，
涨上去450，没有卖最高，卖440，跌下来，我告诉你415，我又买了，涨到447，告诉你，我又带领全国会员获利出清。6月10号，今天是7月24号，各位，跌下去的时候没有人有鸡雅的，怎么那么奇怪？跌下去，每一个人手上没有一张鸡雅。跌破400块，告诉你要亮底牌，告诉你千万别买，还记得吗？来到关键点位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锦囊妙计，我连你怎么做基亚我都告诉你，这5档股票未来的目标价是多少，短期的目标价是多少，这里可以先买还是可以先卖。所有将近80几位打电话进来的投资好朋友，你帮我做见证，看我在节目讲的有没有跟我当初跟你报告的一模一样。今天基亚涨停板完全命中，今天涨停板来到459块。我这边直接告诉各位，这个地方你怎么卖，你如何卖，是要等它明天开高先赚一趟，还是今天就要出清？我相信当初打来的投资朋友，你都知道怎么做了。老师对这个老观众有多好，请把你的鸟枪啊换成大炮吧，乱枪打鸟，你派的鸟啊鸟啊嘛袂巧啦，你一定要集中火力啊。不是 A 会员买一档 ，B 会员、C 会员天天买不一样的涨停板拿出来，哦，20根、30根，那种把戏看太多了啦，不要玩文字游戏。智威262跌停板，跌不疼娘不爱，我告诉你，这叫未来股王啊，因为他拥有股王的3个条件：高毛利、高获利、高独占性。我想你都会背的，264块，涨上来狂飙了400块，全国会员从头赚到尾152个百分点，而且我们赚的趴数早远远超过152个百分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间加码了总共超过9次，底部加码了4次，还记得吗？这边还带你多做了一趟价差，跌下来445又带你买662啊，一眨眼跌破500，一眨眼426，一眨眼396.5，这是我介绍智威以来第10根的跌停板，全市场没有人讲的，甚至还有些人在落井下石，在人家的伤口上面撒盐巴，600多块不叫人家卖，跌到300多块。你看吧，烂股票又来了。同一档股票，你可以从262跟着我们赚到662，叫152%。同一档股票，你可以买在662，跌到396，赔40%，没有多久的时间呢，1个月。真的，问自己一个问题就好。5263智威这么好赚的股票，谁让您套牢？跌破400块，没有人看好智威了。锦囊妙计送给你，又大涨。我不是要来跟你炫耀，智威今天已经是第34根的涨停了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有没有人事前能够跟你完全预告，那才是你要的，不是跌的时候跌停板，哇，智威好烂啊，烂股票，我涨停板，欸，小心哦，它机会又来了，不排除它会继续涨哦，似乎看起来还不错哦，假使也许不尽然，似乎可能不排除，不要再玩文字游戏了。3293的星象14根涨停，何时该买？
何时该卖，我都讲得一清二楚。几个人买了几张，你还记得吗？跌下去了，没有人讲了。我告诉你，锦囊妙计159块。今天的星象再度大涨，再来。哎，各位，你不要以为每一档都可以买哦。当初打电话进来的，再帮我做个见证，来，8076的五峰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说你一定要卖。精彩的来了，来，五峰董事长徐明哲涉金酒弊案。以100万元交保，今天的新闻，跳空跌停，跳空跌停，8076的五峰跳空跌停板，锁单量5211张。如果你要等到今天五峰跌停了。你要等到新闻出来了，我告诉你哦，是因为五峰的老板涉金酒的弊案，所以他跌停板了。废话嘛，没有事前预告，对各位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人讲五峰了，各位你还记得吗？去年8月23号，我带你买五峰的时候，五峰有天天涨停板吗？没有啊。来，我让你回顾一下，去年8月20号我们买五峰的时候，在68块啊，我还记得这一天呢、啊，全国会员做见证，涨上去涨到95块，我还记得9月9号。涨到90几块，隔天9月10号被宣布分盘交易跳空跌停，再隔天分盘交易跳空跌停，当天我记得成交量947张，锁单量超过4000张，我都拿给各位看过。五峰当初连续3天3根跳空跌停板，我有没有每天在跟你讲五峰？我还告诉你什么？9月11号911。79.8块，我说买一张五峰要79800，有没有还告诉各位79800的故事？有吧？五峰涨到200，好多人说强者恒强，你就看看那一些告诉你五峰强者恒强，告诉你掉下来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的人，今天会不会跟你讲五峰 ？TBK。哇，因为技术线图买进 TPK 的人，各位你还记得吗？礼拜二的时候 TPK 大涨，差一档涨停板，我还跟各位讲，有 TPK 的你一定要记得264块，这个缺口这边一定要卖。今天最高来到259.5块，差一点，你千万别买了，根本连 TPK margin 多少，帮顶是什么，你都不懂，你怎么赚 TPK？ 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生技贵公子这一档股票，我称呼它为一人一百。我有没有在藏宝图当中跟各位完全预告？下半段跟你揭开他神秘的面纱，进个广告。或许对你们来说，这只是一个不可置信的故事。但是对他们而言，这已经是人生中一个想甩却甩不掉的部分。
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？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最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更够好。爸爸，欧派清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清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宅用。金银岛的藏宝图今天会再赠送一天，因为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真的不要再去追逐创新高的股票了。刚才也让各位看到了很多很好的意见的了。生技贵公子，一人一百，这一档股票是不是正是这一档？有拿到资料的，帮我做个见证。这一档也涨停嘛？这一档就是好展啊，这一档。生技贵公子，一人一百，还不知道的，欢迎拿到资料。来，这一档股票，一人一百，我们生技股的最新代表作。我常常跟各位讲，有几个人买了几张，我现在直接把人名都告诉你，代表我有凭据嘛，有所本嘛。有工的乐维以及碧华，碧华是乐维阿姊啊，碧华是这个，乐维是这个，有工的相片无坑。而这一档股票跟这三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重点是他的股值苏松药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 Mainland China Phase 3 临床三期的试验。我们来看看所谓的新药股 C52 台微体，目前的价格在278块，3176基亚目前的价格在459块，而这一档公司的股价目前不是300，30，这是这一档股票今天的走势啊。各位，你看我有没有事前的来跟你做预告？前两天它的股价都还在30块而已。就算呢、啊，你昨天台风放假拿到资料的，你前天拿到资料的，你大前天拿到资料的，今天都还有平盘让你买啊。是不是跳空涨停，然后你买都买不到？很多人很喜欢这样呢。看到什么股票跳空涨停锁20000张，赶快跟你介绍，过一段时间你就忘记了嘛，他就告诉你他哪里叫你买的，不是吧？
应该要事前跟各位预告这些在底部还没有人发现的股票，这才叫做扎扎实实吧。全国所有会员，你有没有被锁在涨停里？当你把获利啊当成是一种习惯，自然而然的，你知道哪里是该停止的。知止，古代说，大学里面有说，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啊，知止才能够定静安虑得。你知道止于至善之地，你的心会定，你的思虑会安，定静安虑得。到最后你再想下一次你可以得到的是什么。我们再拉回来讲好了，我常常讲买股票要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，要卖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。再来一遍，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，这是全市场没有人知道的股票，卖的时候成交量放大爆天量，全市场都在谈论它的时候，是我们卖出的时候。这样子的投资逻辑架构你认同？好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各位，我今天跟你讲这一档股票，一人一百，这三个人名，我打个比方好了。我今天跟你讲这档股票有武钢哦，有乐维哦，有碧华哦，你一听你就知道是哪一档股票。那我告诉你，这档股票不会涨，你也不要买，资料你也不用来拿了。就代表你都知道了，代表大家都知道了。Vice versa， 换句话说，我们再换一种角度讲。今天我跟你讲这一档一人一百，它跟武钢、跟乐维、跟碧华有关哦。啊，老师你说啥？如果你是一头雾水的话，你一定要买，因为代表没有人知道啊。很简单吧？今天你听完了一头雾水，这三个人跟这档股票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一丢一 key。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是很简单的，重点是它又有骨质疏松的新药，现在已经进入 Fed 3的后期了，大概半年就要开始申请药证。重点是股价还在底部啊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到底什么是主流？你也知道游戏是主流啊。那智威之前涨了400块，谁不知道游戏股是主流啊？你也知道生技是主流啊，你也知道穿戴物联是主流啊。重点是你有赚到这一些的全市场第一名的标股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这份资料才适合你嘛。如果你听完这三个名字一头雾水，哎，就继续去啊。我这样讲实不实在？很实在吧？再看一次，一人一百。欢迎啊，一起来到金银岛了，不是空包蛋，也不是义和团，每天买不完的股票。这份资料今天再赠送一天给有缘的各位啦，哈，几人几百啦，你几百，我几百，几百百啊，你好不好？钻石线上实在算幸福。我是陈唐，我在华冠为你投资赚大钱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往主一点，我掌握多元的就业市场讯息，找到无限的机会。之前找工作没头绪，拨了这支24小时免付费电话，就有专人服务。透过线上测验及评量，我更了解自己的能力，以及如何将工作和兴趣做结合。社会需要更多的资讯及准备，善用就业资源，找出人生方向。
股市中方向不清，混沌不明，如何找寻第一手的产业资讯，切入第一手的买点，发掘第一名的潜力标的，创造市场第一的获利。华冠投顾何副总带您纵横股市，无往不利。速拨致富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致富之门为谁而开？华冠投顾替您打开财富大门。懂得投资的人才能将手中的财富握紧，金钱不是凭空而降，理性的投资才是正确的方向。华冠投顾冠领群雄，带领着真诚、专业、精进的团队，引导您走向财富的人生。相信专业，现在就拨打华冠专线02-6630-3201，02-6630-3201。冷气外泄，钱飞不见。小玉，要不要出去玩？小丸子，不行耶，我要照顾爸爸。我爸爸工作发生意外受伤，老板又没有提供劳保，没钱付医药费，老板还把我爸爸解雇。